同学在问说，这个我们如果要制定动画，它怎么移动，要怎么做哈？这个是在它的这个效果里面，所有效果这边有没有叫移动？就是这里，好，你把它按一下，这时候你就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做的那个动画的方式，有没有？这里有，这个其实都是什么？像这样子，在这边确定。那你有了这个移动之后，你看点到它，如果呢你要它现在是不是动这样子？你点到它之后呢，你可以拉动一下，哎，我记得是在这里，这里。有关键一个，有没有看到这里？好、哦，这个地方你要点到前面，点到这里，它比较特殊，就是要点到前面这边，你这样是编辑前面，这样是编辑后面关键一个，你可以看到它上面会出现那个，有没有这条路径？所以你这样再移动就没有问题，这样子呢，它的动画就会，好，你一次进来了，然后就从这边走到这里来，有没有？这样了解了，好，比较。特殊一点点的调整方式，没有那么直觉化，但是呢，它是可以做得到的。OK，谢谢大家。